小时候一直想坐一辆坦克，今天终于实现了。如果那时候就有这些材料，我可能做梦都会笑醒。这是一块雪浮板，我拿它来当底盘，先在上面标记两个孔，再用尖刀扎几下，用螺丝给它固定好。再另外拿两根直角铁片斜掉一边，拿钳子掰出一个钝角，两个对齐一下，就可以把它装到底盘前边了。等我固定了，才发现它是一个内八。我们拿尺子给它矫正一下。根据三角形具有稳定性的原理，我在底盘上面安装多两块铁片进行加固，然后安装车轮。安装车轮比较慢，所以先看看我新鞋哪里买的。网上店铺多查询价格太费劲，买休闲鞋跑鞋建议去识货 APP， 秒比商品全网正品居高价格和降价趋势，还对收录店铺质检筛查，替你省时又省钱。评论区新人现金福利，全场抵扣。接下来用胶水把马达固定在上边，把这两个小件装在马达的两边，在马达上边装了一个电池盒，这是早上吃面包留下来的铁线，把它装到电池盒上边，把电线接上，另一边接一个狗头闸开关，这样就成功了。我们来看一下成品。